复活。好的。Hello。OK。在这吧。来造啊！哎。哎喂哎喂！我操！那个了一下，然后咔咔咔一顿那个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先那个了一下，然后咔咔咔一顿啊那个。我好像看到有人那个了一下之后，小野那个了一下。哎呀，乱七八糟，就是。我看到四郎上去了之后那个了，我不知道谁把他那个了，然后那个小野有人动了一刀，然后小野把那个人杀了，就是他小野把动刀的那个人杀了。我说小野这个刀应该是个好刀啊，你们后面聊一下呗，我报警我贴好啊，我就看到那个鸡腿飞出来两个我就报警，我旁边应该还有个何呆呆在我旁边。不对，小野刀的李四郎啊，这些过了。刀的谁呀？你这一跳跳俩，不是跳一个了是吧，南少？这个我出生在喷泉这个位置，现在我在墓室和祭坛中间这个位置。刚刚咱们就是说，我就马上就要到祭坛了。就如包包所说，我接收到了，就是那有那个，所以小尹包包报警位，他又点了小尹应该是好人情况下，我就可以认可小尹是那个好人啊。剩下可以做一下排除法，阿过。抓墙在听什么呀？喂喂喂哦，我这边呢，走着走着突然有信息，然后我听到呆呆要啊，所以我能认他。然后那刚刚谁到的？我刚刚听漏了 ，sorry。你们说过。南少方言，我包包，叔叔还有小李，我们四个一起复活啊。小李追着我说我不好，但是他现在进来要倒牌了，我不知道他倒在哪里了。我是在墓室上面左下，墓室左下角那个位置。我在那边待着，但是我记得是小尹跟叔叔他们在祭坛的右上角。如果说我没看错的，但是我真没看清是谁刀的，你知道吧？有个人刀了，直接往屋里面钻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还听小尹得说一下，就你旁边那个人是不是叔刀了一个，他往上屋里面嘛往上走了。如果是叔叔呢，直接投叔叔好了。过了。是的，小李和叔叔。两个人那个了，然后就那个了，然后我那个了，我把小李那个了，叔，我过。OK， 场上有那个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我就往右边挪。我当时一开始我是在那个祭坛下面楼梯复活，然后呢我本来站在最左边，然后小影第二个进来的这个祭坛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然后就很多人进来了，恩姐啊谁谁谁的都过来了，然后呢就听到了那个之后，然后小影就那个完之后，我想冲过去那个，然后就包包解决那个了。所以说这一波小影我铁心，小李那当时是没有反应的，所以说小李肯定是个铁坏手的。那投谁呢？苏苏不在是吧？我想点苏苏过。小影又点的谁呀？哪个了呀？网红死了，我死了，怎么了？弃票过。演啥呢？演？有啥好演的？嗯？啊？嗯？啊？啊？出不去，你出不去啊！先分票，西恩、苏苏双狼。你没分票啊，拉奇啊。坏了，恩姐，完蛋了！你走开，苏苏。哇，连环！打不了队友，不会打队友，我操你，到这么快啊！连环！我的牛逼！来，耶！提壶吃饺子，我被静音了。啊！我进的，怎么了？过。居朱大强，加拿大鹅。哦，不对，据他提壶，他吃加拿大鹅了，过。过。
朱大强的废物。废物朱大强。把他拒了。我还以为怎么啊，我以为小英是好刀呢，那谁敢那刀了个人，小英把他刀了。我刀的呀。我有当着你面刀了，刀了我就跑，你没看到啊？看到啊。哎，苏苏这样跟包包说话，不想在西厂混了。哎呀，我想吃小野的，我把你吃什么东西？我操！我对呀、啊，我怎么的来操？他不是吃加拿大了，那是我刀的。不是，我以为是鹈鹕吃他。没办法。难受是我的，安姐连环指我，我的妈呀！第一个的王爷，死蜘蛛，死蜘蛛！我紧张CD还有三秒钟就好刀，我是网，我都没刀了，我还铁坏。どうしたの？ハッピー。だって初めてルーシーのお色気作戦が効いたんだ。